各位小金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 阿金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多人末日。那今天后面邀请了两个人，我的画面左边这一个胖胖的人呢是阿杰。嗨，各位，我是大口姐。那右边你们应该有看过了吧，就是我们的阿航。嗨，我是阿航。那我们一直以来都居无定所，每次都跑来这种什么西门的电楼上啊，还是某一栋大楼的楼上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应该要盖出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，这样子我们才不用一直跑来跑去的，不能再依靠西门了啦。对，没错，虽然西门这一块很安全啊，好安全，都围起来。直接不能盖而已了，可惜不能盖，可惜的一点，不然我们早就一直依赖西门，不然我们就直接在西门上面盖二楼、三楼、四楼了，有没有？直接变一楼，超级作弊的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，走了。我们先去换那个，就是盖房子的素材。走走走，刚好枪店就在旁边，但是还是要小心。虽然我们现在三个人都已经有大枪了，看到那个网应该是不用怕了吧？应该不用像之前一样跟看到鬼一样。不，我们应该火力扫一下，它就倒了吧？应该是这样子哦。不过会不会弹药不够啊？旁边绿绿的、欸，有可能。你看那边绿绿的。那我先进去换。好，你先进去换。我们两个演那个 cover， 你们先 cover 一下。欸，我们换什么？换什么要先讨论好吗？欸，对耶，我们他那个好像要有地基，然后天花板跟墙壁，分配一下。分配，我先换地基。地基应该只有一楼需要用到而已，剩下还用不到，所以地基我已经换完了。然后剩下的人应该换天花板跟木墙，因为二楼的地板用天花板就可以了。哦，对。OK OK， 那我换那个木窗框，有那个有窗户的墙壁，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。有一个医务人员靠近哦，把它处理掉，交给你了。我怕我打不住，扣包弹。需要火力支援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，打掉打掉，阿姐打掉了。我来搜索一下，那护理人员也是蛮多钱的，1000多块啊，很厚呀。哎，阿姐慢慢来，我们在外面赚钱。我换了70个木窗框啊。那70个窗框，对，应该够吧？应该够。所以有一个要去换那个木天花板。木天花板啊，那我去，我身上木头是蛮多的了。好，你换天花板，然后阿杰到时候换楼梯。好，柱子嘞？哎，柱子，对，柱子也要换。柱子我应该也可以换。你说我现在换天花板嘛？对，我们现在有步枪，没在怕了。所以这样不会太多人跑过来吗？因为有装那个消音，应该是还好。消音不会奇怪。附近有的都把它清洗。对，这样子比较安全。哇，好肥哦，1000多块。我来看看这野猪可以拿到什么。哇，3000多。野猪好像要用刀子才可以割它。才可以切割，没错没错。我那边看到一只土豆。跟2只火的有一点点危险，但是还好还没走过来。欸，你才刚讲，他马上走过来了，他正往这边过来。欸，我们不亲可不行。出来啊！他又出来了是吧？对，等一下，我因为有点危，他们靠近门口，有一点我快，等一下，我再探一下，再探一下，有一点点多只，我们三个人集火应该是可以秒那一只火的。而且我们来后面这个桥这边，至少他要跨一个坎。好 ，OK， 我换了。哎，等，你先别出来，你啊，别出来啊！他会不会进去？会耶，那我引他，引他。我天，这枪先打进来，打你是不是？打你是不是？抓姐，哎，他找你找你，土豆来了，快，确实，土豆，先把火弄掉，火的比较可怕。好，我引土豆，OK。还没死，太危了，他还没死。哦，死了。土豆嘞？土豆在哪里？土豆在桥上。桥上是不是？啊，我绕他，我跑你们打。小心！哎呀，怎么那个？有，他倒地，边撕边撕，哎，还没倒，这么厉害。
我血这么多、啊。哦，死了死了死了！ Okay, okay, okay. 哦，是是是，身上的物资可以收，收收收收收，我还捡那只白的。哇、哦，好多哦，超多的！哎、欸，我身上全满，收不起来了。有有有，我有拿一点起来。哇，这网现金有28000耶，超肥的。原来王这么肥啊！他生前应该是个有钱人啊。我也没办法捡了，那我身上有10万的耶。好啊。你换了什么东西出来？等一下，我刚刚换了一组木窗框而已，然后换到木柱51个，天花板111个。哇、哦，好好好啊，那就还有阿杰去换楼梯，我们还欠楼梯，不然没办法盖那种2楼、3楼、4楼的。OK， 我来换一下楼梯。哇，这个大家都捡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都捡不起来了。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，比如说兑换一下身上的东西。清出一点位置，哇塞，把没有用的东西可以丢掉、哦，我就换到满嘛，哦，对吧？对，尽量换就好。我把酒丢掉，酒可以干嘛？他给我超多啤酒的，酒会不会醉啊？感觉有可能、哦，他会有火，可能跟酒有关系吧？还是这个不是有时候都会很紧张，然后他就会出现一个紧张的状态，然后你喝酒就会放松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可能哦。然后喝个酒，消除紧张一下。小子的，这边有军人僵尸哎、欸！哇塞，他这个哇4000多小怪，4000多也太有钱了吧？穿那个西装的，他应该是个银行家，不然怎么那么有钱？有可能。穿西装的，好，总共换了16个木楼梯，应该够了吧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够，应该够。然后我们16层，先去找那个脚踏车，西门的店里有脚踏车。哎、欸，阿航还没出来。好了好了，有了有了，换完了换了。走走走，这边里面有 BMW 跟那个脚踏车，那我们是不是只能买脚骑两轮的？对，因为 BMW 要600万，600万，对我们买不起，所以只能这个脚踏车160块啊购买，那可以，这差很多、啊，那这可以，这可以，有喽。他没办法动的话，先下车再上车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样子就可以动。哎挤下来 ，OK， 脚踏车3人组 ，Go Go！ 哦哦，我看一骑上脚踏车，我们可以看到地图是那个嘞、欸，在红区的嘞，很危险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有地图了，然后我们就找一个据点，我们去盖房子。哦 ，OK， 那有要去哪里好？跟着钢铁人走吧，跟着我走好了，我们。试着去找，哎、欸，有僵尸过来了。对，我可以拿小枪出来射哦。对，要先拿着小枪再上脚踏车，才可以一边骑一边打他们。好 ，OK， 不然只能比中指，吸引仇恨值。我们就路过，快爬坡，脚不够力，用跳的。哇、哦，阿杰跳得很快。我这跳得，哇塞，跳的那个跳也是有技巧的哦。哦，对啊，你要用力踩，再跟着跳就可以了。好，上来，我们走左边这边，这个地方，这边。我记得那右前方那边有个草皮，应该蛮适合我们盖房子的。草皮哦，盖在大草原上啊。没错，这样才有荒野求生的感觉。哎，左边一个土豆，小心。哎，有了载具，看这个世界就不一样哎。不同游戏啊，我们之前跑的好辛苦。左边那片空地哦。对。就是改装王前面那一片，好，那这样会不会太空旷，反而容易被僵尸给盯上？哎、欸，不怕不怕，我们有那个啊，我们有步枪啊。哇，也是也是。对，现在火力充足了，恐惧是来自于火力不足。没错。就这边吗？就是攻击是最好的防御。没错，我们就盖，想一下盖多大，盖个9宫格出来。有啊，这么大。九的话，9宫格，我先第一块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你是换地基嘛？阿金是换地基。从最 对地基我要先盖，所以我要先从最上面，因为这样高低差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我第一块盖在这边，那你柱子就可以先盖啊。柱子，好，我来立柱子。我阿杰可以决定楼梯的位置。对对，你决定楼梯看要摆哪里。啊，看我柱子比较麻烦，我分一半柱子给阿杰好了。啊，对你还要盖墙壁。我丢地板，我丢地板，我丢地板柱子。
这边。哇，这个太酷了吧！这个直接盖起来，终于要在 GTA 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了。盖着盖着就已经来到白天了。哇塞，真是辛苦。柱子的部分这样够大吧？哎，感觉还可以盖更大，但是我怕我们材料不够。我们可以慢慢扩充吧，对不对？先盖个基本款。对对对对对，基本阳春款，然后之后再盖那一种豪宅型的。阿杰的柱子有吗？有有有，正在盖了。Okay, okay. 就决定是先3×3了。好，先3×3，然后再往外扩充。哇，这盖房子太好玩了吧！墙壁分我一点。我可以帮忙盖墙壁，墙壁在我身上吗？我好像也有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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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不用，我没有换墙壁，对对，墙壁我换的，哦，墙壁是，我是窗框啊，我窗框窗框，对对对对，我觉得盖窗框就好了，盖窗框，好，那我盖，因为这样视野比较好，也可以看到外面，对对对，啊，盖那种实心墙的话，有一只看不到，等一下，我枪。拿枪到时间，拿枪到时间。装修师傅在忙啊，在那边乱啊。他也是装修师傅啊，他搞不好是要漆水泥的，有没有？漆油漆的啊。哎，各位要留个门哦。哎，对，有我没换门哎。啊？那我们留一个位置，留一个位置是门的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去换，再一起去换，还是我去换？好，那就交给你了。那你一些物资给阿姐，阿姐才可以盖。好，我丢外面，我丢外面。好，对对对，我把窗框丢在外面，我再去换一点窗框出来，然后要换一个门框跟门。我直接扑倒我！哎呦，直接使出拳头攻击了，死了，感觉边盖还要边看那个僵尸在哪里耶。啊！你们身上还有木头吗？我把天花板也丢地上。木头，我还有一些。这样吧，天花板，那我丢给你去换好了。好好，你丢给我，你直接用给的好了，给予比较快。给予，这样他给的话可以直接给旁边，就不用丢地板。哦，有哦，给予哦啊，我去换，应该只要换一个就好了吧？门一个，还是你要两个门也可以啊。因为反正，因为我们才有后门可以逃啊。OK， 那都两个门了，干脆四个门啊，四个方向都开一个门啊。好，就这样。OK， 那我们可以先，你看你楼梯要盖在哪里？对啊，我在瞧，不过他楼梯好像，我先把这个尸体给弄走，就是你那边的墙可能要出来啊。我先看一下柱子，他好像说要两个柱子才可以。哎呦，巧妙的闪过，差点，巧妙的闪过，两个柱子才可以配一个楼梯的呀。试着盖盖看，你盖，然后做个螺旋楼梯直接通往这。哦，好帅哦！直接盖在正中央。张比，他跑进来了。哇嘞！我还没进去，你得走远。趁我们。还没好就在那边乱，好，解决掉。那我先把窗框继续盖吗？对对对对，还是你要盖？我们可以盖二楼，窗框还少一个，就一面墙留一个，我们要留门框的就好了。OK， 好。然后我去二楼盖那个，哇，天花板有没有换？这里有，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，我给你。好。是要丢外面还是丢里面？里面可以丢吗？我很怕会捡不到。在这边，然后这边又一只。我先丢出来。然后僵尸看到房子一直来，他们也想住。哦呦，又来一只，这边又一只，是有多想要住啊？这个木头的香气引到他们了。我回来了，各位。木门框欢乐颂，我怎么看到一个那个火的过来了？帮打，这集火应该可以。啊，我没子弹了，交给你们，交给你们，我先上二楼，我没子弹了，我来，我赶快装填一下子弹，火力输出，有了，我去救他。OK， 有，我没事。哦，你没事。哦，哎呦，看错，我只是没子弹而已。哦，啊，你赶快把那个门装上去，这样我们就有安全的那个。好，我先装门，你们先。我们盖，我们盖的很心惊胆，很可怕。恐怖啊！对，这样。
我来上面帮忙看守一下啊，如果有过来就可以。那、你们有门吗？没有门，我没有门欸。欸，你不是要盖门吗？没事啦，我有换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哦哦哦，我先把用不到的东西丢地上。对，地上的东西捡不起来，太重了。那我要继续再把盖上去吗？要往上盖。看要盖几层？你们真的要盖一零一哦？对啊，总有一天可以达成这个目标的吧？哦，可以开门，可以开门，可以开哦，可以。对对对，然后我把再关起来。互通，这样安全了，这样安全。哇，太厉害了，直接接着盖哦。对啊，楼梯直接盖上去，好酷哦！然后我铺那一个，我尽量铺那个地板。OK， 这样就整个打起来了。哦，然后就 keep 对白，杀老啊嘞！好高，还可以再更高，还可以再更高，高到你会怕就 OK 了。哎、欸，它木柱只要一楼有就有了。对，它后面楼梯叠楼梯好像可以直接盖、欸。没有，楼梯要两根，哦，还是要两根柱子就对了，两 根,、根就可以，或者是墙。哎呀，这个我来，这个我来。好，那我说二楼这样旁边还要再盖木柱吗？我们应该可以直接上墙壁了。如果可以直接上墙壁，我们就上墙壁。我发现完后来包包完全不够用，应该要再更大的。对呀、啊，可以那个啊，可以放储藏箱啊。我有换储藏箱出来，要不要放在一楼啊、欸？我把它盖出来。好啊，这样就可以用了。欸，可是储藏箱是我放里面也可以用啊，应该可以用，可以用。我们现在是同一个队伍，所以可以那个共同使用。哦、好好好，我把它放出来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共同建造，有没有？哇，好高哦，太高了，我觉得太酷了，这好高，这高度可以啊。我们总有一天可以比那个花园银行大楼还要高的啊！如果要把它升级到十彩，哇！哦，那看起来又更豪华了。好，那我继续盖那个木地板出来。哎、欸，我盖了两个那个储藏箱了，你们可以把比较重的东西丢进来里面。哎、欸，好，就这样就可以清空间了。就是我们多的物资就放进去啊。对，好。我试试看，哎、欸，我银行卡放里面会不会被偷走啊？哦，那就是等一下就先去提钱了。末日钱没什么用啊。是啊，现在到时候我们是要存钱要干嘛？买啊，对啊，哎、欸，那我把钱存进去啊，我身上有十万哎、欸。钱哦、喔，这么多，钱就是要拿来买车啊。哇，买车好酷。就是明明已经末日的世界，可是西门的店还在经营，非常的不科学。但是一台 Artis 要80万、欸、我们有这么多钱吗？我身上的钱有14万，这么多。然后阿杰，你刚才说你的多少？我10万吧，我十万，这样子我们有24万。那阿航呢？6万，三分之一了，三分之一了，很快很快了。我看一下储藏箱哦，储藏箱，我有在里面放食物和水了。我们现在是盖的，哇、哦，这么高、哦，超高的，你去上面看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。它天花板比较不好盖吼，比较难那个对齐，对，比较要找一个角度给它。我从外面看哦，感觉好像还是矮了点，要盖到那么高、哦，真的也不容易。我们现在已经盖这样子了，已经比旁边那个那一栋高了呢。哦，对，我看一下这样几层，一层、哦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哇，九楼哎！你是说含楼梯吗？还是？对对对，含到楼梯啊！现在如果盖好的是1、2、3、4、5楼，现在盖好是5层楼。哎，这五层楼好像也蛮 OK 的哎。可以了，好像楼梯是不是盖错？你好像盖错方向了。我们出，我看看，该扣工资。你看我卡在这边，这个功法有点怪怪的哦。我看一下，你来看。刚才我们就已经研究了一下，
好像。难怪我刚刚一直觉得这边好像哪里怪怪的。你看这边上去是有一个洞的。啊，对耶，转错边了。啊，完了。可是好像还是可以走哎，还是可以走，是可以走啦，但是就比较粗暴了我。要斜边，要走斜的，对对对对，太高的人输，直接我们直接被这个木头堆压扁。哎、欸，不会，哦，不会。那我把柱子拆掉，那阿恒那一块不就腾空了？你要拆吗？你试试看。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好，你试试看。玩一下，玩一下。而且我就在阿恒的正下方，我不是等一下直接被压扁？我不动，哎、欸，我不动。哎、欸，他这样可以很逆天，哎、欸，腾空哎、欸！你还有一个柱子，我把这个柱子给拆掉。现在全部楼梯都依靠这一根柱子了，然后你就飞走了，变飞天魔毯。然后你再把你上面那一块的柱子也拆掉，你就腾空了一块在那边。它这个跟那个麦块的盖法是一样的哦，就是你要立在半空中，你是就是要先那个。架个类似鹰架的东西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对你整块腾空的啊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拓展出去，也是先盖鹰架，然后再把它拆掉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如果你要做特殊造型，就可以这样。对对对，哎，这样很妙哎。哎，只能土法炼钢了啦。对，土法炼钢，然后往上挖上去，挖弄上去，先把中间的地基拆掉。我先盖个木柱，两个木柱好像就可以一个支撑的嘛。终于啊，哇，我们终于通过来了。哎，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有个楼梯啊？没有楼梯，我们过不去啊。对啊，但要。那你给盖个地基，我来盖楼梯。好，盖个地基，直接来一个地基。好，这个方向。其实好像不用柱子，因为这样就可以搬起来了。可以。对啊，所以这样没关系。我们直接这样子，而且这样你走下面也没问题。这豆腐渣工程啊！你想要走上面还是走下面？哦，中间这一层也可以，两层的是不是？对，有断差，有断差，这是我们这个是豆腐渣的，所以建议会走那个更上面那一层。哇，哎，从侧面看很壮观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都已经盖这样，我们直接把它盖满就好了、啊。你说从楼下把它盖满？对啊，我们干嘛欠那一格的？很好玩。有，我把下面的柱子补上去了。我怎么感觉有点开始累格了？盖太多嘛，盖太多有点小累格的感觉。哎、欸，这样很像那种人家那种空中花园哎、欸。对啊，抽象格。你们这样过来吗？这样可能跳不过来。哎、欸，我直接把它盖起来了。哇、wow ！我直接把它盖满了。GTA 长城，我操！这是水坝的概念吗？我们直接完美建造、欸。哎，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这一个101大厦，虽然没有101啦，但是我们旁边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空桥。虽然音架还没有拆除，但是留着好像也蛮帅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如果想要看那个阿航跟阿姐他们拍的末日僵尸，也可以到他们的频道。那我们就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